比较清楚吗 ？Hello。我们在台中晴美诚品的广场，等一下李国毅本人会来现场哦。然后我们这几天在诚品的广场这边，4月4号到4月7号有办我们开幕庆祝的活动。然后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晚上8点。那因为今天有活动，所以今天的闯关游戏会在4点之后才开放。怕有人还不知道，所以说一下，我们昨天在台中开幕新门市了。大家好，Peach Drum台中店开幕，我的花美男一日店长活动即将开始。稍后呢，我们偶像剧男神李国毅会亲临现场跟大家见面哦。想要有机会跟男神亲密互动吗？请移动你的脚步来到Peach Drum舞台前了，我们待会见，谢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几天的在这边的闯关活动，就是我们在这边设置了3个关卡，然后第一关是拍照打卡，就是我们这边，你们有看到吗？我们这边有那个很漂亮的秋千，可以在这边拍网美照，然后拍了之后只要打卡上传，然后加上指定的 hashtag 就可以通过第一关。然后第二关呢是体验产品，那我们会有人台，我们会设置人台，然后我们有两款很有名的商品是可机洗胸罩跟瓶口不走光。那我们可机洗胸罩的背扣设计是特殊扣，就是它可以丢到洗衣机里面，不会勾到衣服。现场的朋友们呢，来到 Peach Drum 台中店开幕，我的花美男一日店长。好，大家可以来现场体验看看我们特殊扣的设计。为什么活动叫我的花美男？好了，我知道今天的来宾非常的帅，他当然是花美男。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环境布置的非常的有花园的氛围呢？没有错，因为 Peach Drum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2019年春季呢，就是以 blooming 繁花绽放为主题哦，推出一系列有这个清新花朵印花以及梦幻花朵蕾丝的设计。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台北一上市就秒杀了哈，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听说台中店有特别保留一些货量给大家，所以一定要手到去抢购了。好的，那我也相信呢，现场非常非常多女性的朋友对于我们 Peach Drum 呢一定是不陌生的。没有错， Peach Drum 是从日本成立了已经超过20年的超人气内衣品牌。从前呢，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还要找日本代购，对不对？而且很麻烦啊，中间可能还要被抽很多钱。但是我们从2017年5月开始，非常开心啊，已经在正式登台了。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有去过台北旗舰店吗？有吗？有的举一下手好不好？有吗？大家都台中人是不是？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今天也非常开心，我们 P 上终于来到晴美诚品了。大家可以直接在晴美诚品呢，就会看到我们跟日本同步流行的商品，像是这个贴身衣物啦、外出服啦，还有非常多的生活杂货，可以说品项非常的丰富啦。大家稍后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到 B2 店逛一下，好不好？好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等待非常久了，一直东张西望的，相机、手机也准备好了，是不是？好，准备好了吗？除了相机、手机，记得准备好你最热情的尖叫声，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现在活动准备要开始喽！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欢迎偶像剧男神李国毅，欢迎！耶！yeah,
请国毅先到舞台正中央，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拍个照啦。好，先看一下正中间。好，左边好看一眼哈。好，右手边，嗨。好，等一下还有很多时间拍照，大家先掌握一下下这个时间哈。好的，好的。好，必须这样的，终于进驻这个台中奇美成品了。但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长官都默默在支持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所以稍后呢，要请各位呢借给我您的双手。稍后我们要邀请两位非常重量级的长官来跟国毅一起来做合照的动作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长官 PG 账董事总经理河野准先生。ひとし川野さん、どうぞ。嗨，どうぞ。各位，我们掌声借一下好不好？你们手都一直拍是不是？好，接下来还有奇美成品的大家长邱俊腾邱经理，有请邱经理，欢迎。好，我们站在国艺的另外一边好吗？好的。这个有点吵哦，不好意思。好，麻烦各位呢，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这个白色 T 恤的我们的摄影师。好的。好的，以及左手边，嗨，好，大家可以发现早一点来真的很重要哦，你可以站在最前面位置。好，右手边，好，嗨，好，最前面，中间最后两秒哈，最中间两秒，我们的官方摄影师，好，再麻烦一下哈，好，最后两秒钟，一、二、三，好，非常感谢两位长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嗨，谢谢两位长官，谢谢。祝福 PG 账呢，一定是会生意非常兴隆。好，我们的麦克风，大家等待很久，对不对？我们掌声尖叫，再来一次。好的，国艺大家真是等很久了，赶快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台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好的。今天很开心到台中来，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八月啊，这么久没来了。真的，而且我们30几秒现在是八月。对，妮又一次见到妮了，很开心啊。今天非常开心，大家欢迎大家来到 PG John， 在台中的全台湾第二间门市的开幕。我是各位的一日店长李国毅，大家好。好，你看国毅非常关注我们另外一边可能备受可能冷落的朋友，对不对？真的很贴心。好，国毅其实近期活动真的很忙哎，对不对？这几天都还有活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有去吗？有哈，好。国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近期都在忙什么，还有最近是不是有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好，那从过农历过年后就其实一直都在休息了，在过年前杀青了一部电视剧《灵异街十一号》，那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也去了很多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做了很把自己的生活又重新好好的整理了一番。那最近就是已经在看剧本了，准备在 maybe 对他们几个礼拜之后开始新剧的拍摄吧。哇！在这个之前，还是请大家先期待一下《灵异街十一号》，希望到时候上映的时候再请大家多多照顾了。哦，不要这么说，一定会支持的，是不是？好的。好，刚刚国艺也讲到了，怎么样？很亮，对不对？对，台中天气怎么特别好啊？真的很好。你刚刚原本是另外一件衣服，有点热，对不对？对。好，我们的店面在台中成品奇美这边哦。最近好像前阵子放假，对不对？也放松了一番，好像有去日本一趟。那请问国艺之前去日本的时候，知道我们 PG 账吗？必须诚实的告诉各位，在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不好意思，我必须要这么诚实。但是也因为 PG John 给我这机会，我问了很多自己身旁的，包括家人还是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是一个超人气的内睡衣品牌。很多以往大家要去日本的时候都还会专程的到他们的门市去好好的采购一番，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了，大家非常方便的。那我觉得不管是女生男生，其实Beach Job 不止内睡衣，它甚至还有一些外出服啊，甚至是生活杂货等等的。那其实男生也是有很棒的睡衣，我有看了几套，我自己也很喜欢。是不是？等下就要去采购一番了哈。好，可是跟国艺报告一下，之前呢，我刚刚听到一些工作人员给我小道消息说 ，YouTuber 啊有做一些调查，说日本好像这个男生啊比较 hazukashi， 比较害羞，好像比较不会陪另外一半去逛那一点。偷偷问一下，国艺你愿意陪女生去逛吗？我
想台湾的男生应该都是蛮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而且我自己也有过经验啦，但因为可能内衣店里面也不止我一个男生，是，所以比较不至于会害羞，而且我觉得像内衣啊，像内在美的东西，说真的除了自己以外也就是你的另一半可以看到的嘛，那如果两个人另一半愿意陪同一起挑选的话，是一件蛮可爱又浪漫的事情，真的。哎，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但是我跟你讲，天天都是情人节啦，吼。是。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甚至男女生的内睡衣有成套的，我觉得超可爱。就是男生的内裤可能跟女生的内衣裤是同一款，很酷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非常增进彼此生活上面的情趣。对，真的说得很好。哎，讲到这个重点，我们来深入的问一题了啊、哦。哎，之前听说啊，网络上有做这个喜好内衣款式的大调查，就想要了解一下，因为大部分的另外一半哦，好像都喜欢这个黑色蕾丝的款式。那我不知道国义你自己的喜好是哪一种呢？我自己的喜好啊，哎呀，好赤裸，哎呀，讲出来好像我穿着在大家面前一样的感觉。没有，自己可能在年纪比较小一点的时候，会喜欢另一半是呈现比较甜美一点、可爱风格的样子。但好像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也懂得欣赏黑色蕾丝，很低调、很优雅，却又不失性感的那种味道。现在的自己是蛮懂得欣赏蕾丝这个材质。哇哇哇哇哇，太棒了！这一次我们春天的新品就有很多是花朵蕾丝，这种比较更融合春天又融合性感的一些款式了。所以稍后大家呢可以去脑补一下画面，顺便买一下。好，哎，再说一下，我们刚刚好像有一个看板游戏，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要跟国义来玩一个小游戏了。听起来国义对我们 PG John 呢也下了一番苦功哈，做了一个功课，我们等一下就来考考国义，知不知道女生穿搭的小心机？哎，各位现场那么多女生，也有男生好朋友，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其实女生穿衣服、外衣配内衣要配什么款式很重要。我们来考考国义，知不知道了？好，好，我们这边呢有三款，好，好，第一个呢，来，没关系，我拿。好，第一款呢是这个。梦幻奇迹可机洗软钢圈胸罩，来跟国义说一下这个款式的特色。好，它呢，我刚刚有去楼下摸一下，不瞒大家说，我惊讶了。当然，字面上讲是可机洗，就是可以丢到洗衣机，很方便，对不对？这很重要吧？这很重要。还有第二点，不要看它好像很花俏，它是无痕的。它是无痕的，你穿一些贴身的 T 恤穿搭在里面不会有痕迹，而且蕾丝一点都不扎，吓死人了，真的。好，哎，我这样讲都是女生心情。好，国义现在考题来了哈，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上面呢有三个穿搭，这款内衣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穿搭呢？来考考国义，第一个就是休闲穿搭，哎，可能会穿一些紧身的 T 恤哦，紧身的 T 恤了哈，那这时候适合搭什么样的呢？第二个是无袖。或者是说是一些细肩带、平口的一些衣服，那这时候呢可能会露出我们的这个肩膀处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内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深 V 的，可能需要展现一些曲线的时候需要搭配什么样的内衣。这是第一款，刚刚无痕款。OK，那它有肩带哦。对，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女生穿比较透的衣服，然后内衣很明显。如果我是另一半的话，我会生气。哦，生气，觉得露出来被人看到。不准这样子。好，赶快对他们说一下，不准这样子。不准这样子，对，都给人家看光光了怎么办？回去要念一下啊。对，那既然他，你刚刚说他无痕，而且很贴，虽然上面有花纹，但是是却可以。那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休闲穿搭的时候，对，冰雹冰雹，答对了， okay, yes. 对对对，耶、yeah! 欸！很好，很棒，很棒，有装特效，对不对？好，加分。下一个重点来了哈。可以看到平口不走光蕾丝钢圈胸罩，哎，讲到平口了啦，这个怎么办？这题送分了。对，平口没有啦，有可能搭这个啊，就是可能刻意要让它露出来，你会生气吗？你就穿那样的，这边有露一个，对对对对，好看当然是没问题，但是、不要给人家看到，生气。平口应该是像搭这样子的平口的衣服。没错，答对了，叮咚叮咚，耶！好聪明哦，好聪明哦，真的好。
哎，最后一款这个重点了，我们要穿一些性感的，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对不对？你不要生气啊，我们讲一下，不要生气啊，对不对？有时候还是难免会需要展露一点曲线的时刻。我们这一款 Nice Body 完美比例脱高软钢圈胸罩，跟大家说一下它的特色。第一个可以看到它里面这个深 V 啦，哈，深 V 的部分。第二个，它的下围呢有做那个加宽的设计，把你的小肉肉都收进去喽。还有第三点哦，跟你讲很重要，这种内衣啊，有时候钢圈太硬，真的是不舒服，有没有？有没有？回家之后脱下来，那个勒到哈都流血了，对吧？对吧？哈，好，这个软钢圈，软钢圈回去不会变成杀人凶器，哈，这个很重要哦。好啦，我们没得选了，最后一款性款性感的送分题送给你，好，好，谢谢国义，是，哎，说真的，国义，所以他这个穿上去就会有。集中脱高的那个效果，线条非常的厉害。哎呦，哎呦，怎么样？有画面了，有画面，是不是？不要乱想。好的，谢谢国义。好，谢谢，接下来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道具了哈。好的，好。我知道很多粉丝脑补自己有点幻想啊，想着国义在帮我们搭衣服的画面，对不对？跟大家说，我们春季新款不止刚刚那几款，有非常多。不瞒大家说，我等一下就要到柜上采购，大家不要跟我抢啊，好不好？可以吗？手下留情。没有啦，还是跟我抢一下好吗？你们客套话就这样听一听就好，好不好？好，一定要手到抢购，好不好？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很久了，就是我们的甜蜜浪漫互动时间啦。哇，哎，这一次不一样哦。除了稍后最后面要跟大家拍照之外，今天甜蜜互动时间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些消费满额，对不对？有投你的这个抽奖券到我们的箱子里，稍后我们会抽出3位名额，真的做。三位名额，而且他一定要在现场啦，不然云端我也没办法跟你，对不对？互动，对不对？哈，好，所以一定要在现场的朋友抽出三，我们一个一个抽，抽出来之后我们会玩一个蜜桃拳。哎，蜜桃拳，我们要请国义帮我示范一下。我们有3个拳法，大家玩过海带嘛？对不对？就类似啦，哈。第一个拳法呢，就是集中啊，集中拳。哎，你这样好像会 OK 吧？你这会出事哦。要好好的集中一下。这太集中，你是。打巴掌的意思吗？因为等一下上来的要玩这种疯狂版一点的。哦，好好，第一个拳法大家还是要学一下，集中啊，集中哈，第一个好。哎，你这好不太像集中，好好，你大家不要学歪，集中啊，集中哈，好。第二个拳法，脱高啊，脱高，脱高啊，脱高。你这个有歪，好，脱高啊，哦，有点嘻哈嘻哈，脱高啊，脱高。好，会了吗？前两个，最后一个蜜桃啊，蜜桃来。哦，对对对，蜜桃啊，蜜桃，你就是这个脸就是蜜桃啦，可以吗？好好好，大家会了吗？我们再来一次复习最后一次哦。来，三个拳法，第一个集中啊，集中；第二个脱高啊，脱高；第三个蜜桃啊，蜜桃，大家会了吗？哎，说真的，国义，你这个是拳王吗？平常？基本上我不太玩海带拳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很容易跟着对方的拳路走。真的太好了，大家听到了哦，一定要赢啊，好不好？大家加油！对，等一下我也是会很认真的，但是你真的输了两三次，就麻烦你下去了。真的，国义。今天有这么多人，然后都一起在牵头，开放机会让大家多一点上来互动。哇，国义。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啦，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先玩蜜桃拳。好，玩完蜜桃拳之后呢，如果香香赢了，香香你就有可能有3个抽签，你就可以抽出其中一个有神秘的亲密互动。我跟你说，我刚刚后面看到台词，我都撩了，我都被撩了，多撩。好，准备好，好，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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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有声音吗？哦，真的吗？我刚在转身的时候就输了。在你转身的那一瞬间，这个游戏结束了。情侣睡衣请上，上道具。对对对对，我们要一起穿上这个，啊，男生款，哎，好好看啊。对啊，你这个套子哦，哎，这个工作人员来帮我。而且上面有 Mister， 女生的是 Miss 嘛，对不对？哇，他买的就买这个。好，那就等待过程中，哎，可以哦，因为这个非常的好看哈、哦，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太女孩子了，不会，很 OK 哈、哦，好。好，国义啦，麻烦我就不帮国义穿衣服，这个炮等下被追杀哈。国义，你这个有可能会有点热，来披一下，披一下，可以哈。好，香香手机准备好了吗？好，在这边哈。好，我们可以拍半身就好，因为半身是情侣。哎呦，怎么了？怎么了？这样互看的感觉，这个互看的感觉。好好好。哎、欸，说真的，情侣服真的是很可爱。刚刚真的国义哇来了。加嘛，哎、欸，这个不好意思，我挡到你们的画面了，我难怪觉得后面有这个眼神的追击，好，哇，扣扣子，天哪，贴心有没有？好了，来看一下香香的手机在这边喽，好，哇，太棒了吧，是不是很过分？好，真的回去要那个哈、哦，把手气的部分都加注在这一次，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有两个名额哈、哦，两个名额。谢谢，好，国义可以脱下来了，想一直穿着就是也是可以啦。好，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还有另外两个互动，大家不用紧张哈。好，稍后呢也要麻烦国义抽出第二位。好，抽第二位，我必须要说，接下来两个福利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福利。哦，对你来说，对，哇，这个是14号小璇。小璇，七号，更新一下，七号小璇 ，sorry， 在这边，嘿，对，小璇，陈小璇在吗？啊，在这边，是不是？太好了，好的，小璇，啊，恭喜你，哎，还有两只璇哦，手机要吗？有手机要吗？好，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厉害了，是不是？厉害了，真的厉害，手机相机先准备好，等一下你们可能在。真的，别的场次我觉得国艺可能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画面，很难说、哦嗯。好，来，小璇准备好吗？接下来两个都很厉害，要啦，你以为啊？开玩笑，蜜桃拳啊，来一下，来，记得集中，脱高哈、哦。哎、欸，剪刀石头布，还有蜜桃，好，复习完了哈，好，来准备剪刀石头布。5678，蜜桃。哦，哎、欸。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拳王的气势就出来，你刚刚看到他那个气势吗？蜜桃，马上起来哦！平常有在吹哦，好吹我们，再一次哦，剪刀石头布，再一次，剪刀石头布，好，哇，真是拳王哎！六七八，蜜桃，多高啊，脱高，集中。哦，恭喜你！哎、欸，说真的，刚刚有点厮杀，不过看得出来小璇是乖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不太会玩拳，真的是乖女孩，平常没有在出去鬼混的。好，来，小璇准备抽一支。好了，剩下最后一个非常厉害，不要想说最后一个感觉好像比较不好玩，不会，都很好玩。哇，送花并说出以下情话，哎，我来讲一下这个台词，大家知道吗？这些两句台，接下来的这个台词呢，是国艺偶像剧里面的。如果猜得出是哪句偶像剧，我就等下再说哈、哦，等下再说哈。这句台词是：我的小蜜桃，对我而言，你就是举世无双的；对你而言，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家知道什么台词吗？大家 Google 一下，好不好？大家猜一下，知道，等一下举个手，准备好了吗？好，等一下我们要送花，花在哪边？哇塞，看到没有？真的花啦，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你平常送花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举动？那个台词在哪里啊？这个好像是如正精灵的吗？对嘛，好，大家都知道。好，请妙嘉。好，你平常送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桥段？我们来一个情境剧。送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桥段啊？藏在身后啊，或者是亲爱的，我回来了，然后就怎么样？那个可以做吗？可以做。好，那你先坐在那边。为什么你知道吗？春天都会有那种青春的少女坐在秋千上。好，可以。好，那我是不是我要拿着麦克风说？要，来，我等下3、2、1，我们就 action 哈、哦。好，准备好了。认真，入戏，大家，那个画面哈、哦，准备好了哦，来，准备3、2 ，action。嘿，我回来了。这个加息，情人节快乐。你知道吗？我的小蜜桃啊，看我。对我而言，你就是举世无双；我对你而言，我们也是彼此的独一无二。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哇塞，太厉害了！等一下，这个福利太长了吧 ？OK， 突然有点生气，是不是？好，完成了，怎么样？谢谢。小璇，你这个肤色刚刚瞬间变得跟花，真的有个比红哦！真的，说真的，我在旁边不干我的事，我都鸡皮疙瘩一直掉，有没有？台词写的真好啊！真好，好，谢谢小璇，谢谢。那个花我们还是要收回来，谢谢，好。下一个好，太好了，来拍个照哈。谢谢小璇。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名额。跟大家说，下一句台词也厉害了，也是一句台词。大家来抢答一下，下一句台词是什么，好不好？看是哪一部戏了，我有点忘记了。好，26号。秀雅在哪边？秀雅在哪边？秀雅在吗？Hello， 在这边吗？在这边吗？太好了，秀雅在后面。工作人员们，帮我们协助一下，看哪边可以过，好不好？慢慢来，没关系，慢慢来，秀雅哈。好，稍后一样记得啦，我们的拳法蜜桃拳还记得哈，集中。手机，嘿，托高，然后呢？蜜桃，好，秀雅 ，Hello， 今天衣服搭到哦，跟这个博弈哈。好，不用紧张。好，解锁完之后，我们就来玩一下拳吧。对，加油哦！我来。集中脱高蜜桃。好，准备好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预备，5、6、7、8。脱高啊，脱。没关系。我们继续。好，加油。剪刀石头布。5、6、7、8。这是没关系。我们有点这个 tempo 有点错了。对。谁的时候就谁喊嘛，对不对？对。要喊。对，好，没关系，慢慢来。六石头不。好，准备好了，5、6、7、8。脱高。赢了，终于加油！你真的也是个乖孩子，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位女孩也是一位乖女孩哈。好，眼皮都没有在完全的，我们来最后一个抽签来。这句台词也厉害喽！大家都没有抢答的，来准备抢答一下，我们这句台词是什么哈？看一下。好，壁咚顺势撩法，并说出以下情话。我的小蜜桃，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而是你所有的样子我都喜欢。是如正的精灵，如正精灵是不是？真的，好啦，没关系，慢慢来。好，这句台词也要有个情境吧？壁咚，什么样情况壁咚？你不会走一走突然壁咚，很奇怪啊，对不对？好，比方说你回头，然后壁咚，或者是说拍他的肩膀，然后壁咚这样。你先帮我把这边头发放下来好了。头发放下来，好，来抢一下。
李导演这个剧安排怎么样？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好好。那我们这个女孩要做什么事呢？你就在这边等人。等人，等人。对对对，等一个。哎，怎么国艺还不来啊？这种感觉，这奇怪，真的等很久，生气。好，好了吗？好，我好了。好，国艺好，准备了哦。哎，一样哦，三二一 ，action 哦，好来。李导演加油！准备好了、哦。哎，可以吗？台下台词，台下台词，可以哈、哦。好来，五、四、三、二 ，Action！ 啊，看着我，看着他是这样讲的哦。这个太远的朋友，我来翻译一下。过头版了，过头版了。哦，好好好。好，没关系，我跟你讲，这就是亲密互动时间，因为有个小空间，有发现吗？有一个小泡泡在那边。怎么了啦？讲什么啦？哎，这样我没办法翻译哦，这就是上台的好处，好不好？反正台词大概就是这样啦，大家用心领会了，好不好？下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哦，完成了是不是？哎，那个感觉说一下。很害羞，很害羞吗？不会啊，你看起来很自在哎，太棒了！好好好，谢谢。刚拍照拍了吗？都拍了嘛哈。好，抱一下，抱一下。哎，你看福利一加一，真的是太厉害了。好，谢谢。好了，我们可能要到晚上了。谢谢谢谢国艺，真的太贴心了。大家一站来这里，瞬间就流汗了。今天的灯很厉害。我觉得有各种可能，你知道吗？还有你的威力，就是你上的太阳之类的。好，哎，真的讲太多了啦。好，哎，问一下，国艺刚刚讲的那些台词啊，你像撩妹情话啊，是，还有这个穿这个，擦个汗，对不对？谢谢你，好贴心啊。Me you， 惠田四十九本人，他今天跟我一起来。他刚好回来台湾，然后带他一起来跟大家见面，就是小网红，对不对？好，哎，说真的啦，国艺真的有在穿睡成套睡衣的习惯吗？刚刚我们第一位粉丝就是成套睡衣。老实说，我有一套睡衣，但你知道是什么吗？国小买的，不是？我问姐姐，是我去做那个健检的时候送的，假的啦！的睡衣，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穿，因为我其实蛮怕热的。我跟你讲，体院生怕热。对，我很怕热，但是、我这次认识 Peach John， 我知道他有很多成一起的睡衣啊，还有男生有几件真的很好看，是，然后摸起来啊，穿起来其实它很亲肤，然后很舒适，我觉得我会很想要试看看，而且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着跟另一半穿情侣睡衣，我觉得会更好睡啦。自己想的好脑补 ，OK， 会更好睡，对，可以试看看。真的真的，谢谢国艺的热心推荐，大家等一下真的要买了、好不好？而且大家回去可以关注一下国艺的动态，看国艺到底是选哪一件睡衣，好不好？说不定有可能撞到真的情侣款哦。好，哎、接着好了，废话不多说，让国艺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是跟国艺的合影时间了。有没有刚刚已经抽到跟国艺可以拍照的朋友？都有，对不对？耶、稍后呢，要请各位呢，我们依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呢来做排队的动作嘞，非常感谢国艺，我们热情，谢谢，谢谢国艺，让国艺先休息一下，谢谢，待会见啦。哎，有人气球飞上去了，是不是？好 ，OK， 好，各位有拿到你的唇根莲，刚刚有抽到可以合影机会的朋友呢，请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把你的唇根莲拿在手上，稍后呢，我们会依序拍照了。好的，哎，请各位呢，不用急，慢慢来。拿着你的唇根莲，拿着你的唇根莲，稍后呢？没问题，好。还请各位呢到我这边来哈，好，稍后经由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呢，一一的到我们这边来。那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场是有阶梯的环境，走路一定要小心哦哈。还有另外一点，现在天真的太热了，大家要喝水好吗？要喝水，不然等一下排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晕哈，要注意安全咯。好，大家都有排好了吗？唇根莲要拿在手上啊，我们确认一下名字。好，对对对，到这边，好，有那个唇根莲的，有抽到的朋友，哎，没有人要过来是不是？
哎，对，直接过来，直接过来排队，直接过来哈。有这个刚有名额的，刚有名额的，好不好？你的唇跟脸有被抽到的，我们要确认一下名单，好，确认一下名单。好的，各位现场的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稍后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个一日店长李国毅呢来进行合影的这个时间了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刚刚有抽到名额，就是您可以跟国毅一起进行合影的粉丝朋友小柠檬们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现在这边，我这边挥手的这边哈，来进行排队的动作，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唇跟脸，确认您的资格之后呢，我们稍后就会直接开始进行合影的时间了。好，再次提醒大家，您的唇跟脸呢必须要拿在手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一次核对确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一的来进行合影的时间了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真的非常的热，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啦。好的，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没有将您的唇跟脸来做核对的，来，哎，大家唇，哎，还有 Hello 那边是否排队了？我们赶快来登记哈，登记就可以先排到啊，对不对？过来这边排队，过来这边排队，来我们挥手这边排队。刚刚有抽到名额的，有没有不记得了？如果你是不记得的话，赶快拍一下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问一下哈，问一下。抽到合照机会的粉丝朋友小柠檬们呢，赶快来到我挥手这一边哦，拿着您的唇跟脸跟我们工作人员做核对的动作。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楼梯环境，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咯。好，那我们一一跟我们的粉丝朋友确认好了。那如果您是有这个抽奖资格的，请到我们这边来，请到这边来哈，请到各位的右手边，我挥手这边来。Hello， 大家还在吗？也恭喜各位啦！在的话挥挥手。好，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李国毅待会出来，他会再跟刚刚我们抽中的40位的幸运粉丝一起合照。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几天连假期间到7号，在晴美的成品一楼的这个活动广场，我们都还有继续闯关的活动。那大家记得来到这里之后，要来拿这一张闯关卡。那上面就会有三个关卡，分别是蜜桃奇迹挑战，还有花园打卡区，还有穿搭小心机。那刚刚的穿搭小心机，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的话，国已经帮大家把谜题都泄都公布光光了，所以大家应该会很轻松就可以答对。那记得就是完成闯关了之后，就要请工作人员帮你盖章。那集满了三个章之后呢，就可以到 B2 Peach Zone 的店面旁边玩花美美甲娃娃机。那娃娃机的奖品有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最大的奖项是可以有一个商品兑换券哦，也就是你可以拿着兑换券就到我们的柜上去兑换商品，是不限款式的哦。然后其他还有细肩带小可爱啊，还有消费的9折券，以及50元的折价券。那大家玩夹娃娃机的话，就可以夹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扭蛋的东西，大家可以，我刚刚去偷了一个过来给大家看看。4月4号到4月7号。要给大家看一下4天的闯关活动哦，里面就会有一张小编的运气没有很好，只有50元折价券。对，里面的话就会有一张我们刚刚讲的奖品的内容，那就可以到柜位消费的时候可以去做兑换哦。那今天的活动会持续到7号，那每天的闯关活动呢，都是从下午1点半，对不对？就是1点半开始到晚上的8点，对，到晚上8点，大家记得有路过成品晴美店的话，记得要过来闯关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一，他现在正在跟粉丝合照的状况。下一位粉丝，现场真的来了蛮多粉丝的，谢谢大家，今天大家都很热情，天气有点热，然后大家还是在这边等了很久时间。国一本人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好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刚刚国义呢玩这个，大家有没有很羡慕？这也是我们闯关游戏的其中一关，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如果您今天有朋友没有办法来，或者是你等一下要继续追着国义没有办法玩游戏，没有关系，明天也可以继续来，好不好？好。也提醒大家呢，您如果要拍照的是手机、相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具的话呢，也请大家呢先把它拿在手上啊哈。我们等一下呢，不管您是要自拍，或者是请工作人员呢做帮助，这个粉丝福利也太好了吧？他是刚刚有抽中，再次提醒大家，对，下面这个扭蛋呢，等一下国义会带着我们幸运网络上抽出的粉丝朋友到下面去抽奖，好不好？所以大家等一下要跟着到跟我们到 B2 玩游戏，好吧？国义真的很谢谢，很亲切，他对他的粉丝真的对他粉丝超好的。好。下一位，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场的环境呢是楼梯的阶段，所以如果稍后呢要来进行合影的朋友呢，记得要注意脚步了哦。好，那也真的是不是超羡慕？很热，很热，没想到下午这样已经三点多还这么热。小编也超羡慕的，水分摄取哦。好，然后想去上厕所要去上厕所，要提醒他。好好好，下一位，好，我们。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如果您这个唇跟脸呢刚刚有抽到您的名额，是可以跟我们的国义进行合影的小粉丝小柠檬们呢，记得到我们的舞台的右手边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登记名字，确认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合影咯。好，我们下一位，谢谢豆子哦。来，好，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也不想让国义太累，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呢，我们先把手机相机拿在手上，好不好？我们等一下马上节省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那国义呢，近期有非常多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哈。好，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个 PG John 的活动呢，从4月4号，从今天开始到4月7号呢，连续4天1:30到8:00的时间有这个闯关活动可以进行，也邀请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亲朋好友、姐姐妹妹们，不要担心，请他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来玩闯关游戏哦，就可以到我们楼下的店面呢夹这个扭蛋，是夹的扭蛋吗？酷吗？夹的扭蛋，然后呢最大奖有机会可以得到内衣兑换券一张，哎，真的很多奖品，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谢谢，谢谢大家。耶，恭喜，好，嗨，好，那也请后面的朋友呢，您若手机相机就拿在手上了哈。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现场的朋友刚刚还没有核对到您拍照资格的，如果您是有拍照资格的朋友呢，记得拿着您的唇跟脸来到舞台的右手边，找我们的白色上衣的工作人员呢做登记确认的步骤哦。好的，下一位，没有了。好，刚刚的朋友在哪边？好好好，嗨，好，那个我们现场还有没有哪一些朋友，那刚刚有抽到这个拍照资格还没有来到现场跟工作人员做确认的，赶快来到我们的舞台右手边找工作人员登记哈，不要害羞，直接走进来跟他说你要登记名称，好不好？跟他确认一下名额哈。我们刚刚在2点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抽出了这个有将近应该40位吧的名额，可以跟国义有这个合影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哦，机会很难得，也希望呢有国义有更多机会来台中跟大家见面啦，好不好？哇，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大家要多喝水了哦。好，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好，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嗨，恭喜，这边请。
再次提醒大家哦，今天真的好热，真的超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哦，千万不要太阳太大然后就晕过头了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这个合影的机会，但是还没有拿唇跟脸来做确认的朋友呢，如果您是有抽到的这个名额呢，请各位拿着您的唇跟脸来到舞台的右手边，跟工作人员做确认的动作，稍后就可以直接做拍照了。谢谢大家。你要去哪里？这刚刚是在演戏是不是？可恶！对啊。好，好，手机相机准备好哈。如果各位要自拍的话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您是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拍照的话也没有问题哦。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 PG John 呢活动4月4号到4月7号是从1:30哦，1:30到8:00的时间，也请各位呢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晴美成品来参加活动了。只要参加闯关活动呢，就有机会可以到我们 B2 的店面呢来进行假扭蛋的活动，最大奖呢是我们这个内衣兑换券一张，不限款式哦，厉害！而且我刚好下去逛一下，真的是很美。我真的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公关，我等一下真的要下去买。等一下大家跟不下去吗？国语也会下去，怎么样？要跟奶吧，对不对？好，谢谢下一位。好的，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是有这个跟国艺呢有合照资格的粉丝朋友们呢，记得可以拿您的唇跟脸来到我们的舞台右手边，跟工作人员做名单的确认呢，就可以来进行合影的动作了。哎，又是一套有点微情侣装感觉，绿色有搭到。也提醒大家，今天真的好热，下午还这么热，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咯哦。还有我们现在脚边啊都是阶梯，千万不要跌倒了。好的，谢谢，让我们换下一位粉丝朋友，没关系，直接往前。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哦，如果您是有这个跟国艺合照资格的粉丝朋友们呢，请拿着您的唇跟脸来到这个舞台的右手边，找我们白色上衣的工作人员呢做名单的确认，就可以来进行合影的动作了。那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真的非常热，一定要多喝水哈。好，恭喜。真的很幸运，每次国艺的活动就是好康满满的感觉，太棒了。好，下一位朋友也提醒大家，我们即将要合影留念的朋友呢，如果您是要自拍或者是请工作人员拍都可以，记得一定要将您的手机相机先拿在手上哦。哇，真的很幸运，对不对？很多人真的是有很多次的机会，很厉害，手运很好，平常都在摆拍。再次提醒大家，各位的脚边呢都是阶梯的，所以呢一定要小心脚步了，千万不要跌倒了。那我们的 PG John 呢，台中店开幕呢，从4月4号到4月7号1:30到8:00的时间呢，都有这个闯关的活动哦。只要来进行闯关的活动呢，就可以有机会呢到我们的 B2 楼下店面的部分来进行这个夹扭蛋的活动。夹到扭蛋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好康的给大家带回家啦。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来的朋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要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那别忘记今天
到礼拜天七号的下午1:30到8:00，在晴美诚品的广场这边，还是有我们的闯关活动可以让大家参加。当参加的闯完的三关之后，盖完章就可以到我们 B2 Peach Show 的柜位，票什么娃娃机来夹那个扭蛋。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很好的奖品在等着大家。那最大奖有我们的商品兑换券，是不限款式，可以兑换一件内衣哦。请大家记得这几天连假有空的话，就要来晴美诚品玩哦。还有我们最近开通了 Line at， 那现在加入好友的话，还可以来门市购买的时候可以折100哦，所以不要忘记可以去加我们的 Line， 赶快加入 Line at 哦。好，那大家拜拜。